其实让时间停一停，不要让他人的错丑化了自己。想你想生气的时候，受伤的不只是他人，也伤害了自己。如果你静一静，关照你内心，他人的恶语或许是自己恶念的显现，就把它掏出来，让它远离自己。心中存感激，是因为菩萨教你内心更坚强。反而当下沉默想一想，去爱他，祝福他，愿他远离生气的烦恼。不怕不要愁，反而当下沉默想一想，去爱他，祝福他，愿自己不再让他心存烦恼。想其实让时间停一停，不要让他人的错丑化了自己。想一想生气的时候，受伤的不只是他人，也伤害了自己。如果你静一静，关照你内心，他人的恶语或许是自己恶念的显现。是因为菩萨教你内心更坚强，不怕不要愁，反而当下沉默想一想，去爱他，祝福他，愿他远离生气的烦恼。不怕不要愁，反而当下沉默想一想，祝福他，愿自己不再让他心存烦恼。去爱他，祝福他，愿自己不再让他生气时让时间停一停，不要让他人的错丑化了自己。想你想生气的时候，受伤的不只是他人，也伤害了自己。如果你静一静，关照你内心，他人的恶语或许是自己恶念的显现，就把它掏出来，让它远离自己。心中存感激，是因为菩萨教你内心更坚强。不怕不要愁，反而当下沉默想一想，去爱他，祝福他，愿他远离生气的烦恼。不怕不要愁，反而当下沉默想一想，去爱他，祝福他。